AC stands to Chinese 3. 轻松学中文 Unit 4. Lesson 12. Eating out. 外出就餐。外出就餐。The pre-reading questions. 1. 上个周末我们去吃了什么？上个周末我们去吃了什么？ 2. 一共花了多少钱？一共花了多少钱？ Now let's listen to the test one. Text one. 我们一家三口上个周末去吃自助餐了。我们吃了龙虾、三文鱼、寿司、烤牛排、炒面等。我们还吃了很多甜品，有奶酪、巧克力蛋糕和水果沙拉。我们都吃得很饱，我们一共花了300多块，挺便宜的。Now let's learn new words. 自助餐，自助餐，龙虾。龙虾，三文鱼，三文鱼，烤，烤，牛排，牛排，甜品，甜品，饱，饱，奶酪，奶酪，寿司，寿司。Describe the picture. For example,在这个自助餐厅，主食你可以吃到龙虾，甜品你可以吃到奶酪、蛋糕等等。Make a similar dialogue with your partner. For example, A. 我们星期天下午去红山饭店吃自助餐了。你们吃了什么？喝了什么？我们吃了甜点，有蛋糕、饼干、冰淇淋等。我们还吃了寿司、炒面和炒饭。有水果吗？当然有。我们吃了西瓜、苹果和香蕉。在那里吃饭贵不贵？还可以，每位150块。Okay, let's listen to the text two. Text two. 各位好，这是菜单，请问可以点菜了吗？我们都很饿了，我们现在就点。来半只烤鸭，一个炒肉丝，一个红烧豆腐，一个蒸鱼，再来一个炒青菜。要不要米饭？来三碗米饭吧。请问想喝点什么？来两杯绿茶，再来两瓶可乐。Chinese characters. 单，单，单个，单个，菜单，菜单。饿，饿，挨饿，挨饿。只，只，一只虾，一只虾。鸭，鸭，鸭子，鸭子。烧鸭，烧鸭。蒸，蒸。清蒸鱼，清蒸鱼，蒸蛋糕，蒸蛋糕，烧，烧，红烧鱼，红烧鱼，红烧豆腐，红烧豆腐。
茶，茶，喝茶，喝茶。瓶，瓶。Say the following in Chinese. For example, 我非常喜欢吃龙虾。我每个月吃一次龙虾。我非常喜欢吃龙虾。我每个月吃一次龙虾。Complete the sentence again. 完什么什么以后 ，it means after finishing. 一，我吃完早饭以后刷牙。二，他游完泳以后去吃饭。三，我们一家人看完电影以后去睡觉。四，他做完作业以后去看电视。五，他吃完饭后帮妈妈刷碗。Now make a dialogue with your classmates. For example, 薯片多少钱一包？四块五，买两包给你十块，找你一块。The homework. Memoriz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. Okay, bye bye.